加生命值 25% 持续60分钟，跟加体力 25% 持续60分钟，你看一下。哎呦，65分钟，它是一小时，是长时间的、啊。嗯，直到你死亡为止。哦，500块。我，汤药超远，死亡全都有效。汤跟汤药两种。有人要买吗？哎、欸，小王、哦，在哪里？看到了，丢的什么去？哎呦呦呦呦呦！他会射小怪出来，所以他会变成小怪的形状。走开啦，超近距离开近打。不信，要跟我聊聊天。哎、欸，他还在讲啊。他坏掉了，在讲，对啊，他坏掉了。是自己在那讲，讲得很开心呢、欸。嗯，不能对话。他疯了。嗨，你好。有人跑到前面去了。哎、欸，头。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狙击枪一次只能发一发，有点麻烦。对啊。没关系，现在就不用用啊。感觉聚集是一个人想要摸偷偷来的时候比较适合。对，人多的话就不适合用狙击。哦，靠边。上面有东西吗？哦，有个道具。材料。哦，好材，好材。铁，一块铁。嗯，东西吗？看起来是没有，后面没东西。给他吸了。废料是钱吧？对，就是钱啊。啊、哦，好像要讲很多次，是哦，我要回去了。哦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到怀表是不是？对啊，那个怀表是拿一个衣服的，哦、要等他射完。啊！他自己射我！刚才要跑进去的，射了射了射了，跑进去射。哦，后面里面也有一只。射！我在你旁边。在这里，哇，干的，死了，没了，我子弹没了，捡捡啊，前面有，大大的前面有的捡，前面有的捡，嗯，哦，绿是道具，有没有紫色的装备啊？我要红红的，没有红红的弹药，嗯，那我要回去问了。你们继续探吧。你要继续跟他聊吗？对啊，为了装备。他是聊完每人都有吗、欸？哦，我们上次是这样子啊，一个人拿到，大家都拿到啊。哦。可以爆头哎、欸，好帅啊！对啊，爆头400多伤害、欸。对，所以，我单人蛮厉害的。这是一个人。猎人本身就有爆头，然后你有一个戒指是只要没有被发觉就有爆那个暴击、嗯，我是搭那个在玩。哇，那就是从后面一直偷偷来就好啦，他去这边有搭个枪子弹。那怪物声，上面吗？哎呀，上面有箱子，楼上有箱子。哦呦，应该在室内吧？在我这。开箱喽！哦，撞！嘿嘿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吗？他讲话变了、哦，拿到了，有了哈，怀表，拿到了，我会的，谢谢。然后被攻击，有被攻击。再见，尼亚，亚尼，感谢黑猫。
我刚刚跟那个敌人互相破窗，我破进去，他破出来。我跳进去，他跳出来。哎，里面怎么没有人了？等再看一下地图。好的。OK。为了瓦岗达。没关系，他记好帅，他记好帅可以，好萌就不行。他记好萌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他记好帅可以。他记好帅萌。别别别别，你这样也不行啊。不行。那萌帅呢？不行。萌是你的字，我不能跟你抢。真的哈、哦欸。聊天是一定很开心，就是你萌就是你，帅就是我。真的哈。对。小心你的屁股。干嘛、啊？我来了。好喽，就串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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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在那打水。其他玩家正在使用游戏内功能表，嘿。对，我在。帅哥，你在干嘛？在看表。蒙哥，你在干嘛？蒙哥。蒙哥，蒙哥是音乐啊。你刚刚是讲谁啊？音乐。好了啦。过了啦。北极熊要哭了啦。北极熊耳朵快不见了啦。为什么是耳朵？我们那天不是玩一玩，玩到说是雪人还是北极熊吗？我说他是北极熊啊，耳朵不见了而已。不会吧？这是哪里？这是 BOSS 哎、欸！这是 BOSS 关？对啊，前面有雾哎、欸。对耶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失败三次过的，但是这个应该可以过啦。这个蛮简单的。蛮简单的，可是你失败三次过。主要是一直升怪我受不了。会一直升怪，好。对。哇哦！哦，这么空旷哦。所以你知道了吧？怪有多多？感觉没地方闪欸。你看到这只鸟了没有？嗯，没有，它没事，它很好。好哦。好啦，就这一只。哦，树人。我来解释一下，它会往地上打，所以我们要用翻滚夺掉那个震慑波。然后每个它血量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它会变成炮台模式，我们就要一直用跑的，是用跑的，用走的没有用，像这样子，滚。哦。然后子弹就是看你哪一，要记得打小怪，然后小怪会掉你要的子弹。哦。会爆的，滚。哎呦，哇，他震慑波这么痛啊？对。然后那个小怪要打子弹唯一的来源就是那个，打你脚脚不一定要打头，打脚脚好像很行。对，哎，跑，用跑的。被小波怪炸死了，旁边都是雾，那个云，那个雾，旁边是……对呢，我可以救人哦。我来啦！靠腰啊！对，他会叫，他会叫而已，叫爽的而已，然后会召唤兵。哎呦，哦，好多、哦，很贱！哎呦，我又是一条活龙了，跑！活龙跑！活龙在跑。火龙在跑，在前站、不行！啊！哎呦！啊！对，我要救人了，我要救人了！超快的！哎，他在追我吗？对，后面有。哎呦！剩四分之一。我来了，跑！有两只，跑！哎呦！不要贪，跑起来！啊，他为什么在我前面？啊，那是占领位置啊！哇，我不行啦！好啦，
就我懂了，其实很简单，只是就是跑要跑而已，然后跑的路上有小怪撞你，所以才会三次。我一个人打的时候不好打吧，很这样想小怪感觉会很多。对啊，我就手很乱啊，我打到这边啊，这边就我的进度而已了。嗯哼。哦。难度普通啊，我懂。普通而已。不会了。干，普通获胜。哎呦。对啊，我想说，噩梦是之后再玩吧。还早，我们装备什么都还没起来打噩梦。对啊。哇靠！跳错边。你怎么倒啦？为什么我闪了、啊？哎呦！为什么？哎呦！小心喽！哎呦！哎，跑了！哎，小怪，小怪！噩梦难度靠带进会死，这样。我怎么小怪呢？黑小，掉了。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因为他吼的时候，那个爆炸兵又会来撞人，真的是。等一下啊！哎，他看我了，你先把兵清一清。哎，要跑了，要跑了，要跑了！要炸了！重来。好。重来哦。嗯。用狙击不会比较好打，因为狙击一次一发。他弱点是背后红点，可是有时候他的弱点真的是很奇妙哎、欸，就像打那个树的时候，他弱点是红的啊，但是我打的时候都是白的数字哎、欸。嗯，游戏还没做太好，有时候 bug 真的很多。嗯、我也知道玩关啊，因为我打过这一场啊。羽毛打过又怎样？我也打过啊。哦，哎哎，我才刚进来，我怎么就被打 ？What the fuck？ 要震了，要震了！呜呼！哇！小心了，小心了！我被他被抓爆了。哎呦，我靠，还是哎呦，痛！这个你们有燃烧的技能可以用一用啊？有。哦。啊，糟糕！我没有大枪子弹了。哇！好，下了吧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掉屁呀、啊！前面在往脚下有大枪子弹。哎！哎呦！啊！啊！哎呦！哎呦！难呢、欸，就是不难啊。同时要一直注意两边这样子。对。啊！滚来不及哦！体力回不回来？我在最角落。哎呀！复活了！哇！我救人呐、啊！啊！你们这离我好远啊！哎、欸！在角屁啊！我冲啊！冲啊！你后面有好多小弟！冲啊！不要啊！我什么东西？好像在打我啊！是不是要跑越越、啊？现在是要跑吗？现在是要跑吗？不是吧？现在不用跑，现在不用跑，打小弟，打小弟。哦、oh. ，哇！靠背，要跑了、欸，要跑，跑跑跑跑跑，不要太跑，要跑。
你在我旁边放烟雾。哎呦呀！再来，可以啦。刚刚应该剩不多了吧？不多啊。哎，就隐约你看有没有那个燃烧的技能，就换一换吧。对吧？我没有什么燃烧技能啦。有啦，你有，你应该没买到啊，就叫火热射击，要跟女生买。就是他至少打下去会持续有那个烧伤。那是那是装在枪上的那一种技能吗？等等等，你走进去了啦！还没进去啊！给他自己一个打好了。那你等他先打掉一格血之后，我们再进去吗？那你可得？啊哟，你在干嘛？啊哟，被打掉了。啊哟。打你屁吧！又来了，声波！啊，太早跳！啊，是个小补。是这个红红的吗？骗人！来了，要跑了！骗人！啊！啊！啊！五发，喂，六发！来来，补血！哇！好，我来了。哇！我叫啦！哎呦！他进你的血量，没事。捡子弹。啊！叫叫屁！